体力怎么样啊？还行。那你腰部力量怎么样啊？这个跟司机有关系吗？没关系。问你什么打什么。有没有女朋友？同居多久了？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司机。喂，你干啥呢？我面试呢。哦，面试呢。老板，男的女的？那个男的，男的。哦，行，那你先忙吧。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是同居的呀？同居多久了？没，刚同。那你今天跟我走吧。来，过来。咋的了？给我拿上衣服。你之前练拳击、健身也懂吧？你帮我练练呗。这是我的义务吗？你拿我工资当然是你的义务了。那就先练这个吧。对，然后你这个腰稍微挺直一点。对，对，然后你膝盖你挺懂啊，经常练呀、啊，有腹肌吗？别整。咋的？怕女朋友生气啊？没意思，游泳去。